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战地医师说的，也没差啦。今天我就来扮演战地医师，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，今天是久违的四拍。瞧瞧来这儿的人，今天可有热闹看了。我看队友选的幻影猎手，不知道那个好不好玩。看看看，他们行动了。干啥呢？这是一来就战斗，你们不用发育的吗？嗨，自己不发育就会加速敌人的发育呀。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，我刚刚已经使用了治疗的技能，没有减药，但是一直在回血。这算啥呀，更精彩的治疗还在后头。还在后头？我去，这能忍？我们战地医师最看不惯这种人了。干掉他们！听听听，他来了。本来我是可以自救的，但是一来就忙于清兵，没能发育起来呀。完了，这把是我翻车最早的一局了。遥控器淘汰，这看来是个爆破上位。哼哼，趁他技能在冷却，势必让他也凉得透透的。先把队友召回一波，让他们下来帮我。哦，哎呦我去！我的个乖乖，火箭小子是吧？你没枪吗？有本事给我个痛快呀 ！Game over。哎，又复活了，岂不气？开玩笑的，家人们。我已经凉得透透的了，就是说短短几分钟所有的局面都反转了，我们四个轮流死过一回啊。对，我的情况不太一样，我死过两回。屏幕里正在开车的这位就是我们村唯一的希望了。令人开心的是，他现在来到了召回站，他点击了召回，他召回的是是我。经历了一些人生的大起大落，我整个人变得通透了很多啊。战地医师没什么别的本领，就是希望能给大家伙来点自救器，但是不是个个都给呀。我觉得这个设置不太合理，毕竟我被召回之后连个背包都没有，还是应该给选手多一点机会的嘛。说实话，一局跳三次伞，这概率确实小，应该把保护打在公屏上。我去，16下才拿到淘汰王，今天这是什么狠人局啊！还好我们已经熬到了最后关头，就剩两名敌军，我们有四个人，那这妥妥能吃鸡了。妥妥能吃鸡了。
慌不慌，我可以自救，只要他不是火箭小子和宝珀上尉，我还是有机会的。Oh no！这都能赢，队友可太顶了，战体一失，金子一次，一直掉了四次，咱我人都懵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就是这样啦，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关注，一键三连哦。我是三生，下期再见啦。